就是这个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又问他，你就问啊。我上次是直接在那个门口进去，就顺便扫描。他要先注册啊？我不用啊，就不用啊。这是国外吧？是外国人才要注。你是要来移民是不是？我要移民去韩国。我要台湾移民，台北移民去台湾哦、啊。我从台北移民到高雄。太厉害了。出国集会。